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俱乐部吧，因为估计也有少数的家长听说过我们这俱乐部，但多数家长不一定。我们是2015年开始，然后呢就是说参与了一些竞赛，然后2017年的时候正式就是说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家长参与的一个，然后现在有这个是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实际上是去年做的，现在会稍微再多一点。差不多有250多个家长，300多个学生，然后其中有150多个小孩，就至少参加过，这几年至少参加过一次活动或者竞赛，就是因为我们会组织大量的竞赛，就是，他们去参加一种各种不同的，包括是说男孩的、女孩的都有，因为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有关女孩的竞赛，我们也会组织过去参加，然后有差不多210多个学生就。上过至少一个课程，我们主要做的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coding 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是做和竞赛有关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大多数的课程都是按照 PBL 这种设计。PBL 的意思就是说，传统的课程是说我先讲这个概念1、2、3、4、5啊，这个编程循环怎么做？当然，对多数的小孩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模式。但是对很多，比如像这个跟硬件有关的，实际上这种学习模式是一个很低效的模式，所以他必须要用大量的这种project 来，就是说相当于你要给他做一个项目出来，他才能够理解哦，这个传感器原来是可以做这个的，然后和另外一个功能怎么样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 PBL 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做成项目。我们另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和世界上很多的这种俱乐部是有连接的，包括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加州那边的、Michigan 的，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俱乐部，我们在一起做有合作的关系，就大家有一个共同探讨。然后我们也和很多的这种 STEM 这个教育的器材商还有平台，包括Makeblock 就是刚才介绍的，还有这个仙林 3D， 就是这是中国教育3D。打印机方面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说我们跟他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我们讲密切联系不是只是说我认识他，他认识我，就是基本上是有授权的，比如他有授权我们就是用他们的培训教材或者什么这一类的，这种关系，不只是说我跟他发了个微信，他说哦你好我好，不是这种关系啊，就是比那个要深很多的关系，就这意思。然后我们去年在纽约，就在这里旁边那个Student Union 那栋楼里面办了第一次的那个MakeX 比赛，然后今年我们会继续办，然后今年的规模会更大，比去年我们是只是纽约这部分的比赛，然后今年我们除了办一场纽约的比赛，我们跟 MakeX， 因为我们是MakeX 在美国落地的第一场比赛，去年，所以今年我们会把他们美国东部区，就是7、8个州。的队伍会集结在一起，当然除了纽约州和附近几个州之外，其他的州就只是选拔队，它相当于说它的优胜队会来，因为它不是所有的队，我们也没那么大容量，会办一个美国东部的总决赛。这是几个图片，就是说上课的图片，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我们2018年参加一个叫做 Make Fair， 可能大家有的人听说过 Make Fair 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创客的一个活动，我们当时组织了两个队伍去，然后拿到了一个奖，叫做他那个奖的名称翻译成中文不太好说 ，Editor's Choice， 就相当于是说，他有400多个参展的，大概他会给其中的十几个颁奖，就是说认为你们这个有创新、有创意，就是这种，相当于是叫什么最佳编辑选择奖这一类，就直接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但是，然后这就是我们大概一个简单的一个 ，OK，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和 Makeblock 有这么多的联系呢？实际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都在这里是中国人，所以我也不忌讳的说，中国在最近的十几年发展的非常快，这种发展的快不光只是一种，它的制造业有能力，也反映在他们在设计上面有非常大的突破。就是说传统上中国人就是说是跟随型的，就是说你们设计一个东西我模仿一个东西，但所有这些东西产品都是原创，而且绝大多数的 Makeblock 的产品是拿到了多项国际最高的设计奖，
比如有一个叫 Red Dot， 就是红点设计大奖，可能有人听说过。它基本上这几项，它的系列的产品基本上每个系列推出来都能够拿到这种像类似于红点设计大奖这种国际性的工业设计大奖。所以说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也非常完善的一整套的系统。我们当然就是前面讲了一下，我就把前面几个主要跳过去，就是本身用它的这个系统已经用了很多年，然后也培训，然后中间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就是他们要在美国办，我去找他们参加他们在美国办这个比赛，去年的时候他们说没有，说因为在美国这里大多数的这种机构也好什么的，他们都是小规模，然后很多家长自己买了这种机器人去，小孩可能没有人教，就变成了玩具，因为这个东西不贵，刚刚推出来的时候99，现在已经在 Amazon 上面是65，早几天那个有个 Lightning Deal 42，所以我42还去买了一个，所以 这就是说它是非常 affordable， 就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小型的机器人。然后去年的时候他们就反过来 approach 我们说，哦，那你们这里有学生有学过这个，那你们 可不可以考虑在美国这里，就是纽约这里办一个比赛。我们当时就是说在得到了那边叶子就是说大力的支持之下，我们说那我们就试一下是吧，因为我们毕竟有学生就学过，然后我们也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社区基础吧，就是说有很多家长也认可这个事情。这就是去年2019年我们办的第一场比赛，然后2020年我们会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拿到的整个的承办权是 Tri-State， 就是纽约、新泽西和康州三个州，我们都可以去办比赛。当然其他的地方离我们比较远，所以我们是联合举办的形式。纽约就是以长岛为中心，包括上州、纽约市还有长岛这里，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主办为主。除了那个之外，会办一个美国的东部总决赛，就是。第一个比赛 Tri-State 就是纽约这个级别的差不多会在6月底，这个第二个比赛会在10月初，因为这个第二个比赛完了之后能够衔接到他那个年底11月底12月初的这个全球总决赛。这是几个简单的图片，这是去年我们纽约比赛的一个，这还只是一部分的选手，因为当时有一部分的选手不在场，就是说而且还有一部分的头被盖在底下这个图片下面。这个是去年我们的两个冠军队，其中有一个就是背后那 Andy 老师，他们的冠军队就是这边这个，然后这边的冠军队是另外一个叫 David 他们的，他们家的小孩比较小，他们家的小孩是初中这种年龄的，所以是他们两个都两支队伍都到了广州参加全球总决赛。